信件。谢谢。开始。分析的劣势啊，都做的差不多了。可是我想说，问你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还好哎、欸，你们觉得 OK 就 OK 了吧？那你们做的差不多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其实做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那我明天还要考试，我先去图书馆。现在几点了、啊？12:30了、啊。那、欸啊、他怎么人还不来？这不是12:00吗？对啊。哇，都这么久了，那怎么？哎、欸、嗨！你、欸、都几点了？你们现在才来？我刚刚就有点事啊，对吧、啊？那上次我们交代的作业你有做吗？我今天回家再弄吧。哎、欸，你每次开会都迟到，然后交代你的事情你又不做，你这样再下去，我们会把你踢出我们这一组哎、欸。不要就不要啊，了不起哦。虽然说你以往的课业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很好，可是我们企管系强调不只是在课业方面的一些学习，还有一些实务上的操作。最重要，我们所重视的是一个做中学的精神，比如说是海外服务学习啊，那透过做中学去培养一个团队的精神。对不起，我之前太不认真了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专题一起合作好不好？嗯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啊，可以，那下次再加油啊，没事了。我变得非常的积极主动，看了福大企业管理学系的网站之后，才发现原来还有海外服务学习、国际企业参访等等的活动可以参加。
服务中从学习到反思，能让我们更深度思考当地的社会问题及可改善的地方，不仅能提升个人的专业能力，促进个人成长与生涯探索，更能拓展世界观，让青年关怀公共事务，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，并且拥有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性。终于到了大四的毕业专题，经过无数次的开会、备稿、排练，只为了得到行销专题的冠军。但是在这过程之中，我们也都成长了不少，也形成了一股无形的革命情感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报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那我刚刚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再有自信一点，知道吗？ OK， 我觉得你报告很棒，再放慢一点。好。然后呢，再听话。OK， 好，好，到时候拜托你了，交给你了，加油，没问题。经过了一整年的努力，也终于得到了毕业专题的冠军。哎，这一年真的谢谢你们了，学校超多的，太感谢了。刚报告。不过，有人问我学到了什么，我会说，除了许许多多的专业知识，我还学到了和别人相处的技巧，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。谢谢福大企业管理学系，给了我这么难忘的回忆，也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。